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拳击教练陶涛。今天呢，我们讲一些关于拳击上的一些二次进攻的一些手段。所谓二次进攻，就是进攻分为两次，先进攻完了之后防守，再一次进攻。最常规的进攻手段，我们可以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。就像我左手先打的时候，它可能会有一个拍击，拍击之后，他的左手会就势的打出来，左手就势的打出来。各位，再来一遍，好，跳，嗯，很容易挨刀打，这个太假了，我们真实一点。我操，你真打。然后呢，就是别人他就是反应很快打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微微的往边上跨一步，这个时候他的这边或者这边都是很空的，我们就可以直接，咚，上步打。整体做快了的时候，你不要想，不要想，哎，我这个时候我要不要再过来，什么时候过来，你在想的时候动你真的就会挨打。所以呢，整体要做成一套动作， 1 2，再来一遍， 1 2 3，可以再补刀一拳。好，基本的技术就是这个。